热血制造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.hk。 好，那咁咧就跟住我一齐嗌啊！坦到过冇？坦到过冇？慢啲，慢啲，慢啲。可以输，喊大声乜？可以输，喊大声乜？再嚟，再嚟，再嚟。OK。坦到过冇？坦到过冇？可以输，喊大声乜？可以输，喊大声乜？其实咧，我想讲咧，头先呢位好简单嘅实验。呢堆人里面有几多个真系知道头先嗰句嘢点样读啦？我想讲，你会见到点解需要有翻译，点解需要有译名？一个最基本嘅理由就系冇可能会有咁多人识日文嘅外语。所谓我哋香港人有啲可能去到连英文都学唔好嘅时候，系咪先？咁然后你讲日文，所以点解翻译佢需要？點解一啲公司當佢推廣佢嘅產品，佢需要有唔同嘅語言嘅翻譯？佢係為咗落地生根，佢係為咗令到嗰個離開日本嘅地方都可以明白佢哋嘅文化係乜嘢。所以啲譯名全部都係有理由嘅。如果好似呢度寫住，譬如皮卡丘呢啲咁嘅譯名，佢喺香港係可行嘅話，咁點解最初呢個 Pokemon 嚟到香港嘅時候，佢唔係用呢一套譯名呢？咁我覺得大家係心裏有數嘅，即係如果碧咸係叫貝克漢姆嘅咁樣，我諗即係都冇咁多人記得佢嘅名點讀啊！呢、這個世界所有嘢都係有原因嘅，有啲嘢 set 定咗 ，set 好咗。仲要在香港都咁長時間，就不容易去改，因為你冇理由揀一個不順口的讀法，然後去放棄一個你自己最順口、最基本的講法嘅。咁所以今日有呢個集會，有呢個遊行，就是為了可以將呢個信念話俾大家聽。嗌多次好喎。嗌多次。嗱，跟住啊。坦東哥麻木了，坦東哥麻木了，坦東哥麻木了，坦東哥麻木了。可以輸，喊大聲嗎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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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坦東哥麻木了，坦東哥麻木了。可以輸，喊大聲嗎？可以輸，喊大聲嗎？就係咁啦。